七号还是厉害，真真出现了，这是第四节，光为上班的男生，加油！系统已经刚好顶上了，看见没？难怪他们刚刚会说拖时间，我努力上场了。哎呦，这两个挡得漂亮，哇、哦，超厉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头底线抽一下。哦，没有，哇，不算，不算，先放过，先走步了，哇，太屌了吧！差点喊出来，犯规了。他先下手，先走步啦。他不是喊走步吗？不是啦，他是跳起来之后，断灭。还没跳的时候就先了。波音操，是的，哦，波音哦。那个出站还是不站啊？因为他如果连续动作，应该是。他第一步还没踩对线呢，他后来才踩。这是我的招牌的。哎呀，一米九，两个，你好，找到机会。哦，哎呀，哦，差一点，没有，算了。哦，是杨洋轩，哦，骑士队友，叛徒，叛徒，我们这来要找骑士队友，没有，哎呀，哎呀，直接打去了，走步，走步，走步，先让我先走步，没有犯规哦。他先走步才全案被撞到了，他手举起来了，加油！没人，这样被一个机会，元熙加油！里面，来不及了，我靠，太远了，哦，好妖嘞！就是刚杨俊说他还没判徒，放慢，对啊，打那么凶，各种判徒，判徒打得好认真哦。哎呀，木鲁的三分球都没有那个，哎呀，宋丽，宋丽。伞都开，了到底有没有喊暂停啊？这怎么算了？还是不算了？怎样？哦，喊暂停，暂停了。大哥不要冲动啊！不要冲动，这是牌子啊！不要裂掉了。还好。我看那个。是两边都是站在外面。那个空的人，他站在那个防守的旁边。走步。加油！我三场走步这样子，老帮健吧。哦，关键一个跟一个，哎，拉人呢、欸！不要，两边都加油！真的拉人，哪一边拉人？还有，回来了，东道回来了。好球，好球！是的，
听到了吗？赢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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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看，就是这样。